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TO1-刘宇，很高兴作为腾讯视频的小红花公益助梦官参与九九公益日，用小红花一起做好事，助力乡村儿童的美育梦想。我从小在传统文化的家庭里长大，四岁开始学习中国舞蹈，慢慢的也开始渐渐的接触现代舞与中国舞的结合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，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中国的传统舞蹈，也希望更多中国青年们可以继续的传承和发扬中国舞蹈。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舞蹈作品，让全世界的人可以看到中国舞蹈，喜欢中国舞蹈。柳叶刀里第一个动作名字叫踏步翻身，这个动作的要领是从正面看，要保持以头为中心点，一个完整的立圆。下面一个动作叫侧空翻，这个动作的要领是要在于以左腿发力，右腿起跳，然后以头部为旋转点，尽可能的把自己的高度往上拔。这样的国风舞蹈大家喜欢吗？和我一起用小红花捐助公益梦想，过100所乡村小学送去美育礼包，让乡村儿童也能接触国风舞蹈。